只要你一拿到鼓，你就看到你就会快晕倒了。一个立面基本上有48个进出面，包含10种不一样材质的界面。那这样子一个复杂的立面，其实整合起来就是很困难的。图面上来来回回将近了十几遍，然后挑了3-4个样式给公司去决定，然后公司就挑了一个最难做的，他要从木纹砖整砖对过来，对骨料的包板，对石材的分割线，还要对角窗，整条水平线、垂直线全部都要拉直。只要一个尺寸做错了，你的包板跟石材的进出面一定会接不起来。所有的尺寸的误差值，一定要在0.5公分以内。以为这一次盖完了，就很顺利的可以去完成交代一个工作了，但是下一个案子你看到的时候，怎么比上一个又是更难盖？啊，不要告诉老板哦。